迎大家嚟到青衣城一期，呢度有个 LEGO 嘅夏日海湾啊！各位 LEGO 迷系咪好期待咧？我身后边有好多海洋生物等你嚟发掘。系你心仪嘅海洋生物，砌完之后就会放落投影机，你嘅生物就会显示喺呢一个荧幕度噶啦。好，我最后一粒啦，放埋落嚟先。拍实咗啦，我嘅海洋生物就成功啦，咁我就放落投影机啦喎。好，整好咗咧，我就放落投影机啦。咁我条鱼咧就出现咗喺呢个荧幕度啦。哇，呢一个作品咧系海底世界啊，唔知道要砌几耐咧？水上活动之后咧，出翻嚟梗系要买嘢啦！呢度有期间限定店啊，同大家推介一下呢一个，系咪好得意啊？嚟到期间限定店咧，仲有一个主打嘅产品想同大家推介嘅，就系呢个打字机啦。哇！呢度系一部大车。呢度全部啲車都成千蚊，大家都可以過嚟睇下喎。至於兩歲嘅小朋友咧，都可以玩呢啲噶。雖然佢有啲大份，但係兩歲都可以試下一齊玩喎。妹妹中意邊個啊？如果你係 Mario 迷咧，都推介你嚟呢度噶，有好多 Mario 嘅 LEGO 俾你砌。